说起游戏里的女性角色，劳拉克劳夫肯定会是很多玩家首先联想到的。这位出身贵族却不断在考古工作中体现着暴力美学的性感妹子，曾一度打破了游戏世界里男性独裁的格局，证明了寻宝探险、开枪杀敌这种脏活累活，女性也是可以轻松驾驭的。迄今为止发售过的十几部古墓丽影游戏，也是早已让劳拉的形象深入人心，让劳拉成为了众多玩家心目中的女神。在从1996年发售的第一部古墓丽影，一直到2008年发售的古墓丽影地下世界中，劳拉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甭管什么妖魔鬼怪挡道，先来梭子子弹再说，甭管什么悬崖峭壁，在姐面前就跟平地一样。这简直是一个有着美丽性感外貌的铁血硬汉，从她身上你找不到任何的缺点，这是完美女性，甚至是完美人类的代表。而在地下世界之后，开发商水晶动力似乎觉得系列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总设计师表示劳拉需要被重塑，因为她已经不再合适。之前的几代作品并没有讲述太多关于劳拉本身的故事，他们想让劳拉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完美，于是系列被重启，意味着劳拉的故事将重新被讲述。这一革命性的举动使得劳拉的形象得到了转变，从60后变成了90后，从一个无所不能的女英雄变成了一个虽然还是无所不能但也有着柔弱一面的女英雄。这一转变是成功的，劳拉的形象变得生动鲜活了起来，更像一个妹子了。要是把之前作品中劳拉的模型换成一个粗糙的汉子，你在游戏中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违和感，但在新古墓丽影中，要是把劳拉换成一个粗糙汉子的话，很多画面都是很尴尬的。话说回来，想在古墓丽影中把劳拉的形象设计得更妹子一些是有点难度的，因为这种动作射击冒险游戏本来就需要主角翻越丛山峻岭，并且拿起手中的枪械干掉一个又一个拦路的野汉子。因此劳拉在古墓丽影9以及古墓丽影崛起这两部新作中，总体来说依然是身手矫健，战斗力爆表，肾都被捅穿了依然各种蹦跶各种浪，打起枪来更是十个野汉子都拿不下他。以劳拉这个身体素质去参加奥运会的话，绝对是要包揽好几个项目的女子组冠军的，其中包括短跑、游泳、体操、跳水、跳远、射击、摔跤、打飞机。哎，同样是九零后，人家翻过的山比我走过的路还多，见过的尸骨比我见过的活人还多，打起手枪来也是丝毫不比我生疏。就这种情况，开发商水晶动力是怎样给劳拉扣上一个小女生形象的呢？哎，其实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从劳拉的内心世界作为一个突破口，通过在游戏过程中加入对劳拉的心理感情方面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女汉子也有柔弱的一面。在古墓丽影崛起中，玩家可以看到劳拉小时候和父亲的回忆，当年父亲执着于对长生不死传说的考古研究而导致身败名裂，甚至众叛亲离。小时候的劳拉无法理解父亲的所作所为，和父亲产生了隔阂，直到父亲被杀害时，父女俩的这份隔阂也未能解开，这也因此成为了劳拉的一个心结。而在古墓丽影9中，21岁初出茅庐的劳拉遭遇海难流落到孤岛上，展开了自己的首次冒险之旅。此时的劳拉是十分青涩的，在一连串的危险困境面前，自己只能挣扎着求生。当他第一次迫不得已开枪杀人时的那种痛苦与无助，着实令玩家心疼。通过不断的摸爬滚打，劳拉最终救回了闺蜜，并且解开了孤岛上的神秘诅咒。在这个过程中，劳拉得到了成长，并且意识到了世界上有着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事物，于是某种不得了的东西在劳拉体内觉醒了。她意识到从今以后探险将成为自己的生活，并且终于理解了父亲当初对于考古的执着。所以劳拉在古墓丽影崛起中决定继承父亲未完成的志愿，出发去寻找失落之城，探索永生的秘密。
在重启之后的两部古墓丽影冒险中，玩家见证了一个小女孩渐渐从青涩走向成熟的过程。劳拉的形象不再那么高冷，显得更加平易近人，在危险面前会恐惧害怕，在伤痛面前会痛苦叫喊，在心理上背负着对父亲的愧疚，在精神上承担着舆论的压力。隔着屏幕，我们也能从劳拉的每个动作每个表情中感受到无助与不安，但强大的求生本能驱使着劳拉不断向前，让她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这是一个真正的求生者与探险者，是一个更加真实而强大的女性。虽然劳拉在爆炸雪崩中总能全身而退，但这个过程肯定是心惊胆战的。虽然劳拉在战斗中不断向敌人宣泄子弹，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劳拉肯定希望那梭子子弹能永远留在弹夹中。劳拉的总体性格其实是亲切善良的，但那一份对探险的执着使得劳拉在困境面前义无反顾。正是这样一个坚强勇敢却又带着些许柔弱纠结的不完美劳拉，陪伴着玩家体验新古墓丽影游戏的冒险。这时劳拉在玩家的心目中不再是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完美女神，更像是鲜活亲切能和你畅所欲言的邻家妹子。到底喜欢哪个版本的劳拉，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反正我是喜欢后者。劳拉克劳夫绝对是游戏界一个重量级的角色，她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游戏界女性角色的崛起，而水晶动力对于劳拉形象的重新塑造也体现出了随着电子游戏的发展，游戏中的角色需要更加有血有肉，更加生动丰满。在这类线性故事游戏中，陪伴着玩家感受游戏故事的不再是毫无感情的杀戮机器，而是一个愿意对你敞开心扉的知心伴侣。